朋友，大家现在好，我是 Winwin， 坐标现在是在多伦多。那我是天津人，98年呢，完成了5年的飞行任务之后，我就随家人移民到了多伦多，做起了第一代的移民。在以前也因为工作的原因去过很多国家旅行，所以呢，觉得移民的生活应该是很美好的。但是当自己真的成为第一代移民的时候，才真正的知道加拿大的艰辛，所有的东西都要从零开始，亲力亲为。那随着孩子一天天的长大，父母一天天的变老，我过起了自己最不想要的生活，三点一线，家、孩子的学校，然后自己的服装店。那我知道我今天要做什么，我也要知道明天要做什么，我也知道我明年要做什么，年复一年。但是我非常想改变，但是没有办法，我无能为力。在这个时候呢，我遇到了我的一位贵人，我的朋友的一个姐姐，她也是第一代的移民，但是她的生活状态给我打开了一扇窗，她就是在游山玩水、谈笑风生中度过。所以他把我带进了互联网的大门，在里面，在这个之前的平台，让我认识了一些高素质、高净值、高学历的人士，让我在里面学到了很多的知识。那3年的疫情真的是破坏力之大，影响力之广，是我们始料未及的。那疫情之后，我们所有的人都在努力的工作，拼命的赚钱，每一个人都很辛苦。那3年疫情之后，听慧女士，我们这个行业的领袖又因着使命扛起了大旗，帮我们寻找到了一个非常非常有希望的一个平台。那这个平台是不是值得我们去投入精力时间去追随呢？那请今天屏幕前的您跟着我一起走进这个迄今为止，也许是今后您一生都值得追随的一个商机。那接下来给我一分钟，让我打开我的 PPT。 那屏幕前呢，大家都可以看到哈，我们的这个名字就叫 Three， 其实很简单，无论是西方国家还是我们东方，都对三情有独钟，因为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三还代表着天地人，包罗万有，预示着我们的公司繁荣顺遂。那其实在小的时候，我总听母亲说，有什么别有病，没什么别没钱。那尤其3年的疫情，让我更加的知道了，没有人真的可以工作一辈子，但我们要生活一辈子。换言之，我们不能赚一辈子的钱，却要花一辈子的钱。人生最难赚的钱，就是在风烛残年的时候赚养命钱。时间不一定造就一个伟人，但一定会造就一个老人和一个病人。那Three国际呢，恰恰帮我们解决了抗衰老和健康的问题。有一句话，中国人说，财富隐藏在问题的背后。那如果健康的问题、抗衰老问题解决了，是不是我们的财富就随之而来了呢？那其实每一个公司的使命都是属于核心的、原点的，是企业文化的一个统帅，是基业长青的一个重要因素。那我们公司的使命就是透过这个平台领先的科技产品与创业的模式，帮助企业家们，激励他们连接社群，创造更大的一个成功。那么我们公司有三大支柱，第一就是人，我们公司是以人为本，这个人不限于你我他，是所有需要健康、需要增加收入的人。而且我们想一想，我们做任何的事情是不是都离不开人？所以我们公司的第一大支柱就是人。那第二呢，就是目标。每一个人做任何的事情都要有目标，就像我们出门去任何一个地方都要有一个定位，都要有一个目的地。我们打开我们的 GPS，
我们的方向、我们的路线就随之而来了。那我们 Three 的它的目标是建立一个社群，帮助这些人们保持健康、增加收入。那第三呢，就是平台。大家都听说过，一个人干不过一个团队，一个团队干不过一个系统，一个系统干不过一个平台，以后不会再有老板，全部都是合伙人，不会再有公司，全部都是平台，人家个人，人家平台才能有无限的可能哈。那我们想去了解一个公司，想运作一个平台，一定要知道跟什么样的人合作。中国人那句话就是人对了，事儿才能对。牌压对了，能赢一局；人压对了，我们能赢一生。这个屏幕上的这位就是我们的首席执行官 Daniel Pico。那我在美国开会的时候见过他，真的是高大威猛，而且呢，他是一个非常非常亲和力的一个领导人。整场会议，我没有见过任何的一个会议 ，CEO 可以跟踪全场，从头到尾。所以他真的很有责任感。他40多岁就已经是一个创新商业领袖，超过20年的一个领军人物，而且他自己创立了2家成功的数字型的服务企业哈。这个是简简单单的一个屏幕上的一个介绍。如果想知道他详细的这个强大的背景，请屏幕前的您打开我们 Three 的官方网站，去了解它强大的一个背景哈。那我们 Three 国际也有3大的科学支柱，第一呢，就是探索。什么是探索呢？就是我们所有的科技，我们所有的配方都是我们自己探索而来，而且我们是有专利的。什么为专利？专利就是人无我有先为专利，也是我们 Three 国际独有的。那我们用了先进的科技、先进的配方，然后再用最先进的整合技术精华萃取，然后呢，让我们能够得到最棒的一个吸收。因为不管你是技术也好，成分也好，再好，如果吸收，我们吸收不好，那也是没有用的。所以，我们 Three 国际呢，是用了一个这个专门的递送技术，直接到我们的细胞层面的一个吸收。所以，这也是人无我有，人有我优的一个大的一个部分哈。那这么好的一个产品是由怎样的一个首席科学官给我们研发的呢？就是我们屏幕前的这个丹博士。丹博士呢，他是生长在一个医学的科学世家，他的祖父和他的父亲全部都是医学科学人才。那他的祖父呢，更是维生素 B 这个成分研发团队的领军人物。那他从小就生活在耳闻目染，在这个研究室中生长哈生活哈。那他在年轻的时候也经历了他祖父一个癌症晚期的一个痛苦的一个经历，所以那个时候呢，他就特别想研制一些健康的产品，能够使人们高质量、高水平的去生活。而且我们的丹博士呢，还有一点，我不知道你们大家知不知道，他的国语非常的流利，这一点真的很讶异哈。他用所有的中文可以把我们这些专业的词汇表达得特别的详细。那其实很多的公司的产品都会，当然我们不是药品，我们是保健食品，都会说中医治本，西医治标。一定要中西结合才可以。那我们的丹博士就是中西结合，他真的是个中国通啊！这又是我们 Three 国际"人无我有，人有我优"的一个地方哈。那丹博士所带领的所有的研发人员、科研团队，就是屏幕上的这8位。这里面呢，有我们的这个眼科的前10位的手术专家，也有呢就是疼痛专家。这个骨骼专家，还有这个急症专家，全部都是一线的在职的，各个国家各个领域先进的科学人才。我们想一想，为什么这些科技人才在他们不缺名不缺利的同一时间，他们要嫁接这个 Three 的平台？是不是因为 Three 公司
非常的强大，他的使命感，他的这个基础是非常非常的优秀的，所以这个真的是双向奔赴。我相信这些人也替我们做了一个非常棒的一个选择哈，就是因为这样的科技科学人才，把我们的高的生物科技的产品推向了世界。我们第一阶段发展的市场就有14个国家和地区，我们同时进发了有欧洲、新西兰、加拿大、美国、大中华、日本、台湾等等等等这些地区，金流、物流通的同一时间，我们还有非常强大的运营团队在里面。所以，我们 Three 国际不仅有高的生物科技的平台，还有一个无法超越的一个运营的一个平台。那屏幕上呢，就是我们第一批的6大支柱的一个产品。在这里呢，我简单的向大家先介绍一下哈。那第一个呢，就是维他利 K，它呢其实就是综合的复合维生素。在我小的时候，我经常听别人说，哎，你好像眼睛不好，应该增加维生素 A，或者你什么应该增加钙这些。那可能在很早以前，就很多人说维生素 A，那你就我们都需要食补，那多吃点胡萝卜。那你想增加钙，那多喝点牛奶，多喝点骨头汤。真的，很多人都喜欢食补，食补可不可以？可以。但是我们想一想哈，真的，现在猪已经在120天到150天就已经出栏了，它还没有成长，我们用它的这个猪骨去熬汤补钙。我们在之前也听过一个医生讲，那真的需要现在的猪骨熬汤补钙的话，需要每天喝400碗，哇，吓了我一跳！我觉得那真的不是在补钙，真的是在洗澡。而且我们在想，以前我们小的时候，真的在切韭菜呀、切青瓜呀、切西红柿啊、番茄啊，那种清香真的已经不复存在。所以食补可不可以？可以，但是你吃不到那个量。所以，我们维他利 K 里面含有75种营养素，足够我们一天正常人所需要的所有的产品，非常简单、便捷还有效哈。第二个呢就是 purify，这个呢是排毒。在讲这个 purify 之前呢，我想跟大家沟通一下，我们知不知道到底保养是什么？人体的保养是什么？我们想一想，我们车子 4S 店去保养。我们做的是什么？我们做的是换油，我们做的是清洁，对吗？我们是清理。那如果我们的电脑、手机拿出去保养，那是做什么？做杀毒，对吗？去做清理里面的所有的多余的东西。那我们女士如果去 SPA 去保养我们的皮肤，第一步要做什么？其实要做清洁，对吗？所以排毒是我们保养最最根本的第一步，而且我们的 purify 是五脏排毒，肝脏、肺脏、结肠脏、皮肤的所有的器官的这个排毒，而且我们的排毒呢，还对这个 COVID-19 还有我们的疫苗是非常非常棒的一个助力哈。而且在我们现在的生活中，我们大家都很喜欢吃这个海鲜。那我们的 purify 对这个重金属的排毒也是非常非常有效的，所以呢，我真的希望屏幕前的您一定要先把 purify 吃起来，因为无毒一身轻。那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个这个免疫力的哈，Immune。那我在以前呢，在没有进入 Three 之前呢，我就听说很多人就是说，哎呀，你最近总是感冒，你是不是免疫力过低呀？你要提高免疫力了。那你最近你看。花粉，你又敏感得很厉害，是不是免疫力低呀？要提高免疫力了。当我接触了 Three，我才知道，其实有些人不是因为免疫力过低，恰恰他是因为免疫力过高，所以外面一有风吹草动，他的身体就有急剧的一个反抗的一个能力，所以呢，他就表现出来了过敏呀、感冒啊一系列的症状。其实那个时候，他真的不应该再提高免疫力了，应该稍稍把自己的免疫力降一降。所以这个 Immune 又是我们别的公司没有的，人无我有，人有我优的一个专利，就是我们是平衡免疫力。当你的免疫力过高的时候，我们就会稍微把它降一下。
你的免疫力过低的时候，我们的免疫力就该提高一下。所以我们的 Immune 真的又是我们的一项专利产品哈。那接下来呢，这款就叫 Intanel， 它是白藜芦醇。我相信屏幕前的您呢，对它都是不陌生的。为什么？因为白藜芦醇是自抗生素以来人类最大的发现。那抗生素对人类的影响和作用有多大，我相信每一位都心知肚明。那白藜芦醇呢，又可以促进我们细胞的健康和长寿，也可以中和我们的自由基。而且我们思睿的这个白藜芦醇 Intanel 呢，我们一共有200毫克，我们的量是其他公司的几倍之多，而且我们的吸收是专门的一个靶向递送技术，直接到我们的细胞内吸收。我们不需要口含，我们也没有粉末，也没有这个胶囊，所以这也是人无我有，人有我优的一个特点哈。那接下来呢，就是我们的 Revive 这个关节的。当我看到这个产品的时候呢，我觉得我父亲、我母亲、我的父辈一定要吃起来，因为他们经常关节痛啊、上下楼梯痛啊这样子。但是当我进入了 Three 平台，我才知道原来我们的 Revive 是有缓解肌肉僵硬、促进运动修复的这个作用。那其实我在这里想跟大家分享一下，那前一段时间呢，我的手臂特别的疼，突然就特别的疼。那我也去了，去检查，去照了 X-ray， 然后医生说没有问题。那又去看了中医，中医说，那是因为你在年轻的时候，这个叫妈妈手，以前抱孩子抱了很久，但是你年轻，抱完了没有问题，哎，你就好了，你也没有在意。但是20几年之后，哎，这个病就找上你。所以我突然想到以前妈妈经常说的，哎，你要多穿一点，免得以后老寒腿，可能就是这样子。年轻的时候我们没有在意，所以当我们中年、中老年的时候，这些病就找回我们。如果当时有这种缓解肌肉僵硬的这个产品，我相信那我用了之后，我20几年之后不会像现在这个样子。所以我突然又想到，啊，这个东西我一定要给我的小孩吃上，因为他们现在做很多很多的运动，比如打球呀，比如这个游泳啊，比如跑步啊，所以我一定一定给他们吃上，让他们20几年后不会重蹈我的覆辙。我又觉得我们中国的父母之爱子女，真是为子女之计深远哈。那所以我们这个产品是全家都可以用的，不仅仅是中老年的专利哈。那接下来呢，这个 Collagen， 哎呦，我看到这个产品我真的眼睛发光，每一个女爱美的女士都喜欢它。我们的 Collagen 呢，里面含有了美白因子，含有了玻尿酸，真的中国人尤其女士都希望一白遮三丑，对不对？所以真的看到这个成分，我就哎呀开心的不得了。而且我们的这个 collagen 里面呢，还有一个特别的一个物质叫海洋原胶原蛋白。那它这个呢是在深海鱼鳞中提取的一种物质，所以对我们的皮肤、头发、指甲都非常非常的有效果哈。谁用谁知道。如果我看到这个产品，然后看到了很多我们的案例出来，那些哎呀 before 和 after 真的让我感觉这个产品太好了。屏幕前的女士，你一定要用起来，因为你用了之后真的把老公熬成爹都是有可能的。但屏幕前的男士，你也要用起来，因为大叔变小伙是一定一定可以有的哈。那接下来真的我们产品的吸收率到底好不好，不是我说的，是第三方的认证。那我们所有的这些数据都是有根据的哈，都是第三方的证明都是有的。因为现在是互联网的平台，任何的资讯都是透明的，我们上哪里都可以查得到。所以我们所有的产品比同类的产品都是高出来吸收率是3到9.5倍。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棒的一个效果哈。那而且我们的六项产品全部进入了美国的医师药典手册 PDR， 这个呢其实就是美国医生的案头书。那进入了 PDR 的产品呢，
要有很多很多的规定，你才可以申请进入。那至少要有三点是我们中国人可以理解的哈。第一点，这个产品一定要有效。那怎么样有效呢？就一定要有大的数据、临床实验的证明，才能够计入到 PDR。第二呢，第二点就是说，我们的产品从研发到生产到包装，一定要按照药品的规定才能够进入到 PDR。那第三点呢，就是说，我们服用了我们的这个健康保健食品之后，45分钟代谢不能给肝肾造成伤害，至少但不限于这三点，才能够申请进入到 PDR。那进入到 PDR，我们这六项产品，我们的安全性、有效性。那就不用说了，对吗？那我们其实中国人最在意的就是房子，房子是我们最大的一个投资哈。我们买了房子之后，真的要10年修一修屋顶啊，粉刷粉刷墙壁啊，内装修呀，门外呀，收拾啊。那我们身体呢？其实人的身体才是我们最大的一个财富，所以使用起我们 Three 的产品，让我们的身体由内而外的一个促进哈修复。那我们的产品呢是什么样的呢？是一个排毒、营养、修复、再生这八个词，我们记住了就知道我们的功效了哈。那作为一个消费者，什么样的产品才叫好产品呢？我们大家有没有想过，我们如果要去使用一个产品，我们是不是一定要知道它的安全性、有效性、性价比，我们才觉得它是好产品，我们才去使用它？那我们 Three 国际的产品安全性、有效性，刚才我已经讲过了，我们进入了 PDR，那它的这个性价比呢？由于我们的吸收率是其他同类产品的3到9.5倍，那一包就等于其他产品的几倍，我们的性价比不然而喻了。那如果当做是一个创业的机会，我们成为创业者的时候，我们想一想，我们需要怎样的一个商机？如果你可以在家里用一根网线就可以做全球14个国家的生意，是不是一个好生意？如果你做的这个生意可以解决人类的健康的抗衰老的一大问题，是不是好生意？如果这个生意可以赚到全球的美金，是不是一个好生意？如果您是消费者，我欢迎各位成为 Three 公司的产品使用者。如果您是创业者，我欢迎各位成为 Three 公司的代言人、经销商。那真的想成为我们 Three 国际的一员，我们 Three 国际也是非常人性化的，有4种不同的这个套餐可以供您挑选选择。那最后一个呢，是一个限时限量的一个套组，而且还会有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大礼包送给我们这些第一批这种有眼光的这种经销商哈。里面呢，这个是一个终身的一个优惠。如果呢，您想了解，一定要上到我们 Three 的官方网站去认真做一个了解哈。我在这里就不详细介绍了。那当您成为了 Three 的会员，您就可以通过一根网线、一部手机、一台电脑，通过 Three 平台提供的这个一站式的商务系统，实现终端的这个客户链接，从而形成一个强大的网络系统。通过平台，我们可以实现全球的资源共享；通过共建，我们实现了一个共赢；通过共商，我们可以实现共道；通过互聊，我们可以实现共通。这就是我所了解的 Three 国际。那今天呢，我就讲到这里。接下来呢，我会请出3位分享嘉宾哈。给我们，大家来分享他们的这个故事。毕竟，就是听别人的故事，长自己的智慧哈。那首先呢，我请出的这位美丽的女士呢，已经在屏幕前了哈。她是来自多伦多的，而且是一个专业的美容师。那周周，请你给大家分享。好，谢谢 Winwin 老师，全球线上的朋友，你们大家现在好，首先呢，我要感谢系统给我这个机会在这里做分享哈，我是周周，
我在马来西亚出生长大，移居多伦多呢已经超过30年了。我是一个美容师，过往我都一直在经营我自己的美容事业。我在多伦多我开过美容院，也开过 SPA。我先生呢他也曾经经营过好几家大型的自助餐馆。所以啊，传统生意呢在当时呢确实带给我们两夫妻非常好的生活，有很好的收入。可是我们大家都知道哈，传统生意实体店尤其是餐饮业，我们的投资成本呢非常非常的大，相对的风险也非常的高。我们经营了12年的自助餐馆呢也是因为种种内外的因素哈，最后呢也是逃不过要全线结业忍痛离场的一个命运哈。可是让我更痛心的是呢，在2010年的时候呢，我妈妈在三藩市呢就确诊了肺癌晚期。当时呢我就毅然的放下我手头上所有的工作，最后呢也迫于无奈的也要放弃我自己的 SPA。回去三藩市呢就陪我母亲走她人生最后的那一里路。那段时期呢确实真的是我人生中的一个低谷哈，我非常的不开心，也非常的不甘心。我时常在想，我人生当中呢有没有第二次机会让我的事业再创高峰，我还有没有机会拥有富裕无忧的晚年生活呢？可是我又不敢再去创业了，也不敢投资，也不敢冒险，因为确实输不起了。我很庆幸呢，我在2015年的时候呢认识到我生命中的一位贵人哈，是他把我带入前一个平台，让我接触到网络营销这个行业，也让我完完全全的改变了我自己一个做传统生意的一个思维模式哈。我以前呢从来都没有想过，因为科技的发展，网络经济的兴起哦，只要有互联网，一部手机就能够做全球的生意。其实更重要的是呢，在前一个平台呢，我可以认识到很多各行各业的精英，很多成功优秀的企业家，当然包括我们的 Kim 惠女士哈。我对我们的新公司 Three 平台呢，非常非常的有信心，因为我相信Kim 女士的能力，她的智慧，然后她的勇气和她的大爱，还有一群非常愿意付出非常成功优秀的领导。我们有一句话说，跟对人做对事，走对的路，我们一定能够达到我们的目的地，一定能够得到我们想要得到的东西。我们也听说哈，赢在起跑点。我相信我这个机会呢是我的一个福分。我希望呢我今后余生呢都能够做一个有价值的人，能够把这个福分然后这个机会分享给更多有需要帮助的人，让每一个人更多的人都能够得到健康，看到希望，拥有美好的生活。谢谢。谢谢周总，真的激情的分享哈，感受到你内心的那种澎湃，真的希望你在未来的日子里在Three能够找到你自己的结果。那第二位呢，我们请出是来自于美国的，曾经呢他是职业的经理人，而且呢他自己这是传统生意的一个老板哈。那他呢来自于美国，是那个职业经理人，然后自主创业，那现在呢又转行大健康的一个产业，那就是屏幕上的 Anita， 我把麦克风交给您。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美国洛杉矶的 Anita。 来美国之前，我曾是世界500强企业的高管，后来自主创业，所以曾经也取得过一些成就。为了我的两个孩子可以享受美国更好的一个教育，
在4年前，我带着两个孩子来到美国定居。如果不是突如其来的疫情，我可能我的后半生都会是这种岁月静好的生活。可是因为疫情改变了我的家庭生活的结构和我的家庭生活的模式。我先生的往返因为受到了很大的限制，让我一个人承受很大的压力，带两个孩子在这里生活。虽然我们疫情期间国内的生意影响不大，但是我身边有朋友因为疫情对家庭的经济造成的影响很大，而不得不选择回国。我看到他们离去的背影，我很难过，但是同时呢，我也开始居危思安了。因为我觉得我的家庭的收入管道收入是有限的，如果是说家庭发生同样的疫情不可控的因素对我的家庭造成影响，我的孩子怎么样在美国可以正常的很好的就完成他的学业。所以我觉得我有必要为我的家庭去做一个经济上的备份了。曾经我们有过时间自由，所以我们不甘心去为别人工作，于是我就开始去寻找和筛选适合创业的一个项目。在这个平台比阳台还多的环境里面，有主动找我的和我主动出击去评估和筛选的项目真的很多，不管是传统类的、互联网类的、金融类的还是投资类的，我做过很多的评估。在这个过程中，我宁肯让自己的创业属于一个空档期，而且这空档期比较长，我也没有轻易的去做一个项目，因为这些项目里面它没有激发我的梦想，也没有激发我想创业的这样的一个激情。所以直到 Three 公司的一个出现，它就像我人生事业上出现的一盏明灯。在还没有公司名字和公司产品的情况下，我就毅然的加入了。因为朋友跟我介绍了 Kim Hui， 尽管我之前并不认识他，但是我在 YouTube 上看了 Kim Hui 大量的视频，他所传递的能量和他身上所具备的这样的一个领袖的魅力真的是震撼了我，吸引了我。我觉得他就是我一直在创业上想找的一个导师，一直想寻找的一个领袖。所以在朋友告诉我说不知道名字，不知道产品什么时候能出来的情况下，我毅然的选择了相信，跟着优秀的人，我们自己也会变成优秀的人。加上后来公司的产品的技术我了解的更多的之后，更加是震撼了我。在收到公司的产品之后吧，我迫不及待的去使用产品。在使用产品一个月之后，我脸上的斑淡得非常的明显，脸上的亮度肉眼是可以见到的。所以在我还没有开始去分享的时候，就有朋友主动来找我，为什么我的变化有这么明显，我的变化是来自于哪里。所以我真的是很骄傲的告诉他们，是因为思睿公司强大的技术生产出来的一个产品让我有了很大的一个改变。真的是很感谢思睿公司的强大的系统和团队的支持，让我在快速成长，并且有足够的勇气去分享我更多的朋友们。有人因为相信，有人因为 看见而相信，而我是因为相信而看见。所以思睿公司它值得相信，是因为我们未来会看到更多。所以我希望你们跟我一样去相信我们的领袖，相信我们的公司，相信我们的平台，相信我们的产品，我们真的在这里可以得到很多。以上是我的分享，谢谢。谢谢阿妮塔，分享的太棒了，真的是因为相信才去看见。真的简单相信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福报，希望我们屏幕前的每一位伙伴简单相信这个福报就是你的。那接下来呢，我再请出第三位，也是来自美国的一位漂亮的女士，她是传统生意的老板，那请张辉。谢谢主持人的介绍哦。我的名字英文名字叫 Maggie， 我姓张。那我呢在美国洛杉矶居住，目前我是一个传统的一个美业的一个老板哦。做美容医美行业呢，在我的行业中呢也算小有名气的。那我本人呢非常爱投资健康，也爱热爱生活。
那我也非常努力的挣钱。那我很庆幸啊，我父母生了我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年代，那么验证了时代的进步，在每一个阶段呢，我觉得我都抓住了一个时代的机会，也成为时代的一个受益者。那么曾经在30多年前，有一个卖手机的 sales 跟我说，哎，未来呢，一部手机就可以网购天下，走遍天下。当时呢，我记得在电脑都不普及的年代，您跟我说这样的一句话，我肯定是不理解，更不会再相信的。那么在我们说20年以后，我就发现80后的90后的都开始了网购。但是呢，我不会在互联网上花一分钱，也更不会说在互联网上挣钱了。但是呢，这3年的疫情呢，让我看到整个的世界啊，人和事都停下来了，在一个同一个起跑线上。那么我传统生意的美业呢，肯定遭受了严重的打击，因为传统生意的美业行业，我们说的是手停口就停，但现实生活的疫情当下，真正的尝试了什么叫口停和手停和口停的滋味啊。那怎么办呢？怎么办呢？让我感觉到迷茫啊。但是呢，在这个同时呢，我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就是说呢，人们呢开始学会在互联网上买东西了，也习惯呢用互联网的思维呢来维系自己的生活。那我也是个生意人啊，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商机。我觉得我又一次感觉到我找到了一个机会啊。这个机会呢，是我们可以在互联网的时代呢，它真的是来临了。那么就在这幸运之神降临的时候呢，我在想我应该选择怎么样的一个平台，怎么样的一个机会在互联网上发挥。就在这时候呢，今年的年初的时候呢，我们的行业的领军人物啊 Kim Hui 女士呢，她重新出来为了完成她的使命啊。我觉得呢，要找机会呢，就一定要跟互联网行业有成功的一个人去跟随啊。因为呢，刚才几位分享嘉宾也都分享了啊，你要想成功一定要跟有结果的人在一起。所以呢，我果断的加入了 Three。但加入 Three 的以后呢，我也发现我们公司的产品的技术科技的强大。因为呢，在短短的4个月的时间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产品的见证者。因为抗衰老的产品呢，它的营养成分呢直接进入到我们的细胞内进行修复。那可以看到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由内而外的一个健康，神采飞扬。我也跟大家分享一个，上个星期我跟我的客人他要加我微信的时候，他看了我的微信头像，哎，他说 Maggie 啊，你要换你的微信头像了。我说为什么啊？他说你的真人要比你的微信头像年轻和漂亮多了。这句话让我一个做美业的人美得不行了啊。那同样呢，我们大家也都知道，疫情的3年，大多数人呢已经不太习惯去跟人交流和沟通了，很多人呢都往往把自己封闭在家里。所以呢，我觉得苏瑞公司的应运而生呢，可以呢帮助很多人走出来，也可以利用这个平台呢，让大家呢享受健康的同时呢，把自己的爱心分享给周遭的所有的朋友。所以呢，我觉得在这个平台里边，不单单我们可以看到健康，也可以看到健康背后的一个无限大的商机。那这就是我的一个小小的分享。谢谢大家的聆听，谢谢。那我就感谢，真是太漂亮了。感谢三位分享嘉宾，真的是商机、契机、时机、转机、危机、趁机，关键点都是在于时间点上。机不可失，失不再来，而机会来了，我们一定要抓住。那感谢屏幕前的你，跟我们，希望你们跟我们一起进入 Three 国际。谢谢大家，再会。